不讲道理的廖培啊！他现在荷尔蒙很不稳定哦。那你说人家不讲道理，要举个比较明确的。哦，我讲这个超明确，明确到不行。哦，来来来，就是因为我们就高中毕业之后，反正我们就上台北了，反正就是我们两个就一起住在我们的阿姨家。对，那因为我们住在阿姨家，那阿姨当然也会就是顺便看管一下我们嘛，就对，应该的，我们的交友啊，这么漂亮的姐妹一定要看的。对，所以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呢，我姐也已经开始你知道谈恋爱了，你知道吗？就可能跟一些对，反正她就是晚上的时候，她可能就是我爱他们睡觉了，然后她可能就可能溜出去约会，然后她可能晚上回来了，我还要偷偷的帮她开门。就是不能让阿姨发现。半夜出去可能去公园约会一下，但还是得回家呢。还是会回家，还是会回家这样子。OK， 我都在帮他干这些事情这样子。就后面有一次呢，我爸妈他们就上来台北，我们就大家就约在一起吃饭，然后我们就在吃饭吃一次，我忘记我们那时候是聊到什么事情了。然后我们聊一聊就开始有点在吵架了。然后那时候我爸妈可能就稍微觉得说，哎，好像我这边比较合理一点。这时候我姐忽然冷不防的讲说，你知道吗？她晚上都去男朋友家补回来，她忽然给我扯这个，很值得讲哎。背后大刀，她家补回来吗？她不回家的。哎，到底跟这有什么关系？到底跟我们在讨论有什么关系？没有，我当下看不出来你是这种人。你会迁怒。对，我小时候超前，但是当下就是因为在吵架嘛，然后我可能又一直挂着这件事情，觉得说，哎，每次都跟妹妹说不要住男生家，然后还是去住。这个 Apple 蛮厉害的，对，他也不怕这个妹妹就像拂袖而去啊，或者对啊，对啊。有一些姐妹，像兄弟姐妹是这样，因为就这么一个点，老死不相往来也有。对啊，有。可这也是小事吧？啊，不就在吵架？你们的专场，我那个不算小事啊，不算小事，哎，这是人格问题。他搞不好本来在你爸妈心中是圣女贞德啊，这是人格问题。你现在变圣女番茄了，那也很好吃。对，这个我也忘了，反正后面炒什么就。这个人品有问题 ，Apple 人品有问题。虽然她怀孕了，但是还是必须说，这个人品有问题，不讲道义。我讲了以后，他不是也讲？你不是也跟男生出去？我没说。有啦，就开始互相伤害啊。黄小姐，好了，但我必须得说啦，因为毕竟我跟他就是你知道上节目已经心灵交流了很多回了，哦，十年超过了，对，超多回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我想要问他一个，应该很多人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，热腾腾的问题，如果他老公外遇的话，你会原谅他吗？怎么还是你看到他在外面有干嘛了？是不是？就是要耳闻一些没有啦。就是因为其实赵医师也常跟我姐一起上节目，那因为现在除了节目之外，就也会放在那种 YouTube 啊或者什么那种官方频道嘛，下面就有一堆人写说，哎呀，那个赵医师看起来就是不爱 Apple， 因为他们可能从他们节目上面的对话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他就是不爱 Apple 啦，哎呀 ，Apple 都在那边啦，哎呀，赵医师看起来就很花心呐，医生呢最花心了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啦，很快分手啦，什么什么。为什么三姑六婆都是这个口音？对，然后口音都长这样。是你留言的，是不是？好像哦，对对。啊，你是不是你是不是网军啊？对，是我超懒的，好不好？我懒到了。网军哦，我还要去那边跟他这样的累死我。那这个假设性的问题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。对啊，我觉得他大家，你说讲个大家不认识的人，你再回答原不原谅？而且是没有小孩之后回答，跟有小孩之后回答。会很不一样。对啊，我现在有小孩，热腾腾的问题哦，要看是精神外遇还是肉体外遇。如果你觉得哪个？如果是精神外遇呢？精神外遇当然不行啊。哦，肉体外遇可以。很好啊，很好，我觉得很好。也不行，但是你说相较之下，因为像有的时候我会觉得。男生好像有时候会精虫充脑，你知道，他会当下断线，他还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他只想。有的男生，你现在都说，你现在都要这样聊就对了，没关系啊。或是他喝醉了，或者是什么的那种那种就极端情况。好，大家这样聊没关系，好，所以呢？所以。都最好是都不要外遇，但是如果真的要原谅，或者是你考虑很多，你有孩子什么什么的，那唯一可以原谅的可能就是肉体上在无法控制的情况下，我姐在被撕死。OK， 反正事情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外遇这个事情还是会有轻重缓急。
对不对？是有吧？还是可以区分得出来的，对吧？因为这世界上这么多，不是因为外遇发生了，咣，只有一个答案，没有别的，你知道意思吗？但你好让我失望哦，为什么？你希望他怎么回答？他明明对我们那么嚣张跋扈，但是他对他的老公百般容忍。哎，嚣张跋扈也是小时候哎，长大根本就没有了，好不好？二十五岁以后就没了，三十岁以后就没了。对啊，长大以后根本就没有。长大以后还好，他管不到我了。长大以后，哎，他问我这个，我觉得很过分哎，过分吗？假设性问题啊，假设性问题。黄姐姐，你要问黄妹妹什么问题？哦，问她就是因为她就是一个感情世界，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们不太会聊私底下讨论感情的事。真的吗？对。为什么不关心呢？是见公开的场合这么……哎，我会跟我哥聊，我哥也会跟我聊，但我们好像不会跟我姐聊。对，为什么不关心呢？也不是关不关心，就是跟我姐聊，有时候有点累啊。累什么呢？可能以前小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们交男朋友的那种观念好像不太……他会要非要讲出去啊，对不对？我才不会嘞，长大我没讲，好不好？你们喜欢的菜也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喜欢的菜不太像不大一样。好，你想拷问什么？我想拷问他的是，就是因为他现在都是声称他就是单身嘛，不是啊，声称，对，我觉得啦，声称他都是单身，但是很奇怪的是哦，因为他一个女生，但是他很喜欢自己单独旅游，对，我怀疑他不是一个人，我都一个人的，因为他永远哦在国在那些什么韩国啊、日本啊，或是釜山啊那些玩的照片哦，永远都像是约会的照片。就是像人家帮他拍的，因为你知道自拍一定就是这样，有个距离，有一定的距离。你顶多拿自拍架，你也不可能是整个全身呐、啊。他的都是那种仿佛是对面有个人帮他拍。来看，哎，对对，准备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们看，类似艳遇的视角。哦，这对，可是不是很像距离感，很像对面的人帮他拍的。这只有一个人，这个一个人，这是一个人。哇，这个太远了，一个人拍，这是哦，这不是啊，这一定有人帮忙拍，这个是路人，路人，这个是路人，这真的是路人，会不会是大路人呢？我也会大路人，这拍得很好，路人拍的，对啊，路人这么会起角度，哇，这个路人敬畏都差不多。重点是每次问他，他都说是路人，我说。到底哪来那么多路人可以帮你拍这些照片？而且还拍得很美，而且是韩国人。不是，慢着，你怀疑这是干嘛？他有对象你不高兴吗？没有，我对象很高兴。那你分享一下，你讲一下嘛，不要都说我单身。大姐的心情，我跟你讲，我都会分享。刚才前面那几个，感觉好像有人在我前面，那是我真的还真的用自拍棒拍的，就架一个棒子，就这边这样子，然后按那个三秒，然后啊，我立刻这样。哎，有一个这样，真的，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这自拍，然后再来。那有妆吗？有妆也是自拍。你真的，这个也是太可怕了吧？你按了一下，马上这样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七秒，两个人是七秒，按了七秒之后，七秒可以了，七秒可以了，七秒。哎，你这自拍棒好厉害，你只有带来分享。没有，下次再给你们。它是这样子，有三个角线，可以记录一下。那个自拍棒原本还可以蓝牙连线按的。但后面不行了，但他就等还是可以这样站着，然后调好角度哦，调好然后按，然后这样拍。也太高了吧？对，可是你要剪裁还有这个高就不是了吧？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，要么就不是店员。对，就是那时候我去韩国的时候，就我那个前男友没。然后他就刚好在谈，他也在那个，他跟我同一天，刚好那么巧哦，真的，他跟我同一天到首尔，这么巧哦，这么巧哦，就是那么巧，就是那么巧，每天都在首尔吧？没有没有，他住大田，而且这一看就是两人吃的分量啊，对啊，这个量是，我就会讲是啊，没错啊，这是那个啊 ，Andy 的，这是两人的分量嘛？对，这是两人的分量，后面还加一点了，这也是自拍棒。没看那个角度就很不对劲，那就是自拍棒。这个在哪里啊？这么远，自拍棒。还是跟你出去的那个男的叫自拍棒。哎，你在说我们都跑过去了。自拍棒。没有没有，他外号是叫自拍棒。哇，自拍棒拍的。哇，这也是自拍棒。太厉害。这是台湾的那个。对什么路人，对路人游客，台湾的路人，这个太强了。拜托哎，就是帮我拍照这个女生，你要是看到你结巴了，看到这一组的话，赶快跟他们讲说确认这是你拍的，这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们这边你一个人去玩，哦，我一个人。对啊，我问你，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在外面旅游有艳遇，你会主动跟姐姐说吗？不会。
主动会跟他说吗？他绝对不会，我不会特别说，但是他要问的话，他连问他都不答了，还主动说不？没有，但是他要是问的话，我都会答。艳遇发生过几次？哦，蛮多次的。他条件那么都有结果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也会选啊。哦，是有 happy 没有 ending。有 happy 没 ending？happy 有 happy 啊，我们不知道有 happy， 但没有 ending， 没有 ending。掌声鼓励，谢谢。